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见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53面，忍恶普贤观耳识。那么我们一个凡夫众生啊，当我们在受的菩萨戒的时候啊，我们这念心是沿十法界的有情无情的境，而发起了断恶修善度众生的愿力。那么这个时候心境的和合，产生一种善种子，我们叫做菩提心。那么这个就是整个成佛之道的根本了。但是我们刚开始所发的菩提心，基本上我们叫做世俗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基本上有两种过失，一个它是一种不坚固性的，它会随因缘而变化的；第二个它没有广大性，它可能是沿一个啊，我们有些人是沿众生的苦，有些人是沿圣教衰。所以你当初的菩提心是沿一个单一的境而发的，所以你当时的菩提心的心量不是普遍，不是广大的。所以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接下来的要紧的工作就是你必须把你心中的世俗菩提心把它提升到一种胜利菩提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依着你的戒定慧的修学，把你心中的世俗菩提心转成胜利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它的升起是沿一种世俗地的因缘而升起的，以本经来说呢，就是根尘识。你依着你当时的一种六根去攀缘一种六尘，可能是沿三宝的境，也可能是沿众生的境。那么根境的和合，产生一个了别的心识。那么这个心识它是从根境的和合产生的，但是这个境是变化的。你看你十年前发的菩提心，你沿的当时的境跟现在的境不同，所以你这个菩提心也就跟着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要依止不生灭心啊，就是你必须要啊破除希望的相状，开显真如的本性啊，破妄显真。那么真实的胜利菩提心它是不会变化的，因为它是离开的根尘识的，它是在一种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识乃至无意识界的情况之下发起菩提心。也就是说它是在一种无助的情况之下而发菩提心，它完全是从内心发出来，它不必靠 外在的因缘刺激，不必的。所以他这种依不生灭心所发的菩提心特别的坚固啊！你看他不管遇到任何的逆境的刺激，遇到顺境的诱惑，他那个上求佛道下化的心永远不退转，因为他刚开始的菩提心所依止的处所就是不生灭心。第二个，这个菩提心特别的广大，它是时空无尽的。所以你看有些人的善根，他从出生以来他那个菩提心就很强。同样受了菩萨戒，有些人今生的菩提心就几乎完全退失掉，有些人的菩提心你看他从小的时候菩提心就很坚固，因为他刚开始栽培那个菩提心就特别的坚固。他一直不生灭心的话，这个守楞严王的这个坚固性啊，不会因为死亡的因素而破坏，善根，他那个善根啊，是这种不可破坏的善根。所以我们在修守楞严本经的时候，要知道，
楞严经的角色就是把我们这个菩提心，把它一种世俗的菩提心转成一种胜利菩提心。没有错，我们发的菩提心，但是你的菩提心是不是很坚固，是不是很广大？你的菩提心是依什么而发，以何为助？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它毕竟是所有菩萨道的根本啊。华严经说，你要忘失的菩提心，你修一切的善法都是魔业。所以楞严经的整个特色就是把我们的菩提心转成胜意菩提心。那么当然法华经的时候，就把这个胜意菩提心再发起广大的波罗蜜，来成就万德庄严。所以说这个本经强调以不生灭心来安住我们的菩提心，在依止菩提心呢来修学空假中三观啊，来成就诸菩萨的那么万恒，那么最后圆满菩提啊，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讲义的忍乐普贤观尔时。那么这一段呢，是普贤菩萨呢来观这个耳识。那么这个能观的智呢，是空假中三观，所观的境呢是耳识。这个耳识就是见闻嗅尝觉知这个五闻啊，那个听闻的功能啊。那么这个就是依止这个能观的智去观察所观的境，那破除这个耳识中的六劫，而开显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看经文，普贤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以诚以恒沙如来为法王子，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根者修普贤行，从我立名。那么这一段其实我们昨天讲过了，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啊，十方诸佛都会教导他们的弟子当中呢，已经成就大乘善根的人来修学普贤之德，向普贤菩萨学习他的德行。普贤之德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就是一种时空无尽的功德。普贤菩萨所修的整个十大愿王都是啊，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十大愿王是无有穷尽啊，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理意业无有疲也。也就是说，普贤之德其实它的整个功德是依止不生灭心而发起的，所谓说称性起修了啊，所以它的功德是啊一种时空无尽的功德。那么依止这样的时空无尽的功德，修习普贤之德呢，能够使令我们快速的成佛啊。在华严经上说啊，一个菩萨能够具足普贤之德呢，就能够急速的成佛啊。我们看第二段，世尊，我用心闻分别众生所有知见，若以他方恒沙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我以耳识成六牙相，分身百千皆至其处，众彼障身未得见佛，我以其人暗中摸顶，永护安慰，令其成就。那么这一段呢，偶一大师的意思是属于一个菩萨的果地的妙用啊，他果地的妙用，他成就以后的一种利他的妙用。普贤菩萨说呢，我用心闻。那么这个地方的心，已经不是我们一般的意识分别心了啊。那么我们一般人是用耳识来听闻，就是由这个耳根去接触生成的时候，产生一种生灭变化的一个耳识啊。当然，这个耳识它是从根尘的接触而起的，所以会受到根尘的障碍。那么普贤菩萨是把根尘识的假象破坏了。我们讲破妄显真，他把这个假象破坏以后，开显出一种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现前一念心性。
这个是我们一般说的啊，不生灭心为本修因啊，它就是依止这个不生灭的一念心性来听闻。那么他听闻什么东西呢？分别众生所有之见，他依止他的一念心性升起假观啊，来分别一切众生的啊内心当中的一种善恶邪正的种种的思想，跟众生种种的差别的愿望，他就专门在啊来听闻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他方的恒河沙世界之外呢，假设有一个众生，就他听闻的地方很广了。我们说过，我们如果一直耳视，那你这个听闻是有限量，因为你一定要经过根尘的碰撞才有这个事出来。但是普贤菩萨的听闻，他是依止那一念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心性，所以你看他听闻的范围是什么呢？恒河沙世界之外。你看我们从这个地方到极乐世界才十万亿佛土啊，他这个是恒河沙的佛土啊。那么这当中呢，有任何一个众生呢，他心中能够发明普贤之行啊，他能够真实的了达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称性起修十大愿王。那么这个时候，我一耳时成六压相，分身百间皆至其处。这个时候啊，这个耳时呢，指的是啊众生的心跟普贤菩萨的心啊相应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所谓的感应道交啊，普贤菩萨呢，就趁六牙白象呢分身百千，分身百千呢、啊、也不是说一定是百千、啊、而是说呢，只要有一个众生就分身一处，乃至有百千众生就分身百千处。那么到这个修行人的处所当中呢，到他的佛堂去啊，纵然这个人的业障深重啊，不能见到普贤菩萨的现前，但是普贤菩萨实际上一定会到达。到达以后呢，在暗中啊来摸顶，来加持啊这个修行者啊，使令他灾障消除，乃至于永护安慰啊，永护安慰是指的他远离一切鬼神障啊，使令他所修的普贤之德呢能够圆满成就。也就是说，你能够依止普贤之德来修学啊，你就能够得到普贤菩萨的摩顶永护安慰啊，这样的一种破除障碍的这种加持力啊。我们看最后一段：佛问圆通，我说本应心闻花明，分别自在是为第一、啊。那么佛陀问我圆通的法门，那么我说到我。最初的因地啊，是依止内心啊一念心性啊，来听闻十方世界啊，来分别众生种种的知见啊，而成就一种自在的功德。那么这个是思维第一。这个地方我们值得一说的哈，就是这个所有的菩萨，大概你要行菩萨道，你就要成就一种功德，就是分别众生所有之见啊。我们这个地方简单的讲一下啊，我们刚开始在成就自力的时候，我们的所观境啊，都是观察自己的五蕴身心世界啊，它是无常、是苦、是无我的啊，就是大概你的心啊的活动范围都是自己的身心世界了啊。那当然刚开始这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必须要去调伏你对五蕴的执取。但是菩萨道就不同了，你开始要去注意众生世界，你了解众生在想什么，你要开始去分别众生的所有之见。你看我们最近有一个大企业家王永庆先生往生，很多人怀念他的功德。我看到其中有一段啊，有一个人说王永庆先生有一种很特殊的功德，就他身为一个生意人啊，一个企业家，比方说
他跟人家做买卖，人家跟他订一个产品，当时的定价是100块，结果三个月交货的时候，这个产品降到80块，所以王永庆先生等于赚了这20块的这个价差。王先生他一定把20块价差如数都还给你，他不占你这个便宜。当时是100块，现在变80块，他还是把20块还给你。也就是说呢，王永庆先生他那个明了的心啊，他会站在众生的角度来思维事情，他会分别众生所有之见。我们一般人的话是完全站在自己的身心世界来，站在自我的角度来看世界，以自我为中心的啊，所以我们的功德会很狭隘，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忏光师说的，我们一定要学吃亏啊，就是你要站在众生的角度来思维事情。我们开始要行菩萨道的时候，你的思考模式一定要改变，否则你菩萨道没办法做的。就是你要试着去自他交换啊，你要站在众生的角度，他需要什么，而不是说我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我们以尽量以满众生的愿望啊，就分别众生所有之见啊，依着这个出发点来行菩萨道。这个就是我们在十大愿王里面的恒顺众生。那么大概当然现在诸位还不可能有这样的功德，但是总有一天你会达到这样的意境啊，分别众生所有之见来啊做众生的种种的加持啊。我们看忍山的宴席观鼻寺啊，那么他的能观的是还是空假中三观，但是所观境呢是鼻根接触这个相乘的时候产生这种嗅的功能啊。我们看经文，孙陀罗难陀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处出家从佛入道，虽记戒律以三摩地心常善动，未获无漏啊。那么孙陀罗难陀呢，这个地方的名称的由来，这个孙陀罗是他的妻子的名称，叫做艳，因为他妻子长得非常庄严美丽的。那么难陀呢叫做喜啊，因为他内心当中对他太太啊有很强烈的欢喜心啊，这叫艳喜。那么他等于是佛陀的亲弟弟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起立啊来白告佛陀说，说他最初出家的时候呢是从佛入道啊。这个孙陀罗难陀他一开始不是因为听闻佛法啊，是由他哥哥的特别的摄受而出家修道的。出家以后呢，他可以说是持戒清净啊，啊具足威仪啊。但是对于这个禅定的法门呢，他在修习止观的时候呢心常善动啊，经常保持扰乱的状态啊，不能止静下来，所以缺乏禅定以及缺乏无漏的我空智慧，所以他等于是一直处在一种凡夫的状态啊，只有戒的功德没有定慧的功德啊，这是他刚出家的状态。看第二段，世尊叫我及祭司罗观鼻端白，我出地观今三七日，见鼻中气出入如烟，身心内明，言动世界片成虚静，犹如琉璃，烟相渐消，鼻息成白，心开漏尽，诸出入息化为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罗汉。世尊即我当得菩提。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佛陀是观机斗教了啊，就观察这个难陀尊者的特性呢，是属于善乱种性的，所以他就来教导这个难陀尊者，还有跟这个难陀尊者同样个性的啊祭司罗，这个祭司罗是舍利弗的母舅啊，他们两个特性都是善乱。那么这个佛陀就告诉他说，你们两个要修行啊，下手处啊就观鼻端白，
所以你们一静坐的时候，你不要去观外境，也不要管内心的波动，你就注意一件事情，就注意你的鼻子的这个鼻端的地方那个白色的那个相状。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说明他整个修学的过程说啊，我最初在地观的三七日当中呢，就注意自己的啊，在鼻子当中的这个气息的出跟入啊，知道鼻子气息出去了，又从又进来的，又出去又进来。那么因为整个心都注意这个鼻端的出入息啊，慢慢慢慢的气息呢，就产生一种啊烟相。烟相就是它的气息啊已经变成绵绵密密啊比较微细了，就表示他的心静下来。所以身心内明这个地方古德解释是禅定现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内心当中啊就产生一种禅定的功德啊，这个禅定产生光明相，所以言动世界片成息静，犹如琉璃啊。那么因为禅定的开花呢，它的那个了别的功能就广大了，看到整个世界啊就变成了啊虚明清净，好像琉璃一般啊，琉璃当然是内外分明啊，因为他的心向内安住了，所以呢他在观察外境的时候没有这种波动相，就感到这个世界是非常的清澈和透明。接下来看他的禅定转身啊，烟相渐消，鼻息成白。那么这个时候他禅定继续的去观这个鼻端的时候啊，这个烟相也消失掉了，所有的动态的相状都消失掉了，就只是在鼻端呢出现一种光明的相状啊，烈士白色的一种光明相状啊。你看他一开始这个呼吸还是一种动态的，动态当中变成一个啊维系的烟相，一缕一缕的青烟，到最后连烟相也消失掉，看到鼻端完全是一个白色的光明，这个禅定成就。接下来心开漏尽，这个地方就开启了我空的智慧。他可以知道他的初入期当中呢，就思维到无常的道理，从无常当中呢而发明到没有我的真理。所以这个时候一切的出息入息啊都化成一种光明之相，而且内心呢能够照了十方世界而成就阿罗汉果。那么这个时候世尊给他授记啊，说啊他当来必定成就无上菩提啊。这个地方古德的注解说是在佛陀在波罗会上给他授记的啊。佛问圆通，我以消息喜酒花明，明言灭漏，是为第一。那么佛陀问我这个圆通法门呢，我这个出的下手方便啊，就是以调和出入息来消除心中的扰动，慢慢慢慢的出入息的扰动消失了，来发明啊心中的智慧。那么依止心中光明的智慧呢，来灭除心中的见思烦恼，这是思维第一的。这一段啊，这个孙陀罗烂陀的修习这个止观啊，在偶维大师莲峰中论是有提到的。偶维大师他引用这个宴席啊，就是善乱宴席啊，一次特协啊，大事已办啊。他说啊，他说一个修行人啊，不管你这个人心多善乱，也不管你业障多重，他说一个人成就不成就啊，跟你的善观善根啊是不是强弱并没有特别关系，跟你是不是善乱也没有特别关系。他说一个人成功之道啊，只有四个字，就是自心一处。你要专心的做一件事情，刚开始你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就把它做好。我们修行很怕的就是说你这个人啊，今天持大悲咒，明天是往生咒，后天是什么咒，然后今天念观世音菩萨，明天念阿弥陀佛，你这个是不能够一门深入啊，你修了十年你的心还是散散乱乱。
虽然说法门无量誓愿学，但是初学者一定要找到你一个最适合的门，一门深入。我回答是说，譬如结井啊，深造自得。你看你结井，你不可能说这个地方挖一点，那边挖一点，这边挖一点，你一辈子挖不到水嘛。你把所有的精神体力往一个地方挖下去，你肯定挖到水啊。所以你看这个孙陀的难陀，他一出家的时候整天思念他的太太，然后心那么散乱，他都可以成功，因为他把心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心里所言专一安住，心里所言相惜安住，果然一门深入，最后把他整个身心世界得到的突破啊。方便有多门，问题就是说你要初学阶段啊，注意要注意要注意注意一件事情，初学者啊，你要成功啊，你一定要专心的做一件事情，专心的做一件事情，你一定可以成功。你做十件事情，你十件事情全部失败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很重要啊，自心一处啊，啊，这个是成功之道。我们看第四段的满慈观舍事啊，看经文，富罗那弥陀罗尼子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旷劫来辩才无碍，先说苦功，深达实相，如是乃至恒沙如来秘密法门，我以众中微妙开示，得无所谓。富罗那呢是这个满慈子的一个父亲的名称，叫做满啊，他是进饭王的宰相。弥陀罗尼呢，就是他母亲的名称，叫慈。那合起来等于是以一子父母的名称而安立啊，叫满慈子。那么他顶礼佛祖啊，白告佛陀说啊：我旷劫来辩才无碍。这个满慈子尊者呢，他等于是多生多劫的特色啊，就是辩才无碍啊。这个地方古德的注解啊，说是他成就了四无碍的辩才啊。第一个是法无碍，他对整个世出世间的整个法的名相呢，都一一的通达，叫法无碍。第二个义无碍，他对整个诸法的义理的浅深差别都能够一一的通达无碍。第三个慈无碍，他能够以一言含摄无边的妙意，他能够用简单的言辞来表达无边的妙意，叫慈无碍。第四个要说无碍，他能够随众生的好要而善巧的说法，内心无所疲厌，叫要说无碍啊。这个是他过去生所成就的善根。那么他在演说妙法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他如果对小乘根基的呢，就先说苦空；那么对于小乘根基的人，他就先讲苦谛，从苦谛切入。所以小乘的法特色，他是从苦谛。智者大师说啊，小乘法是从苦集灭道的苦谛入手，他先观无常的。这无常就是苦的相状，因为身心世界无常嘛，所以它没有安稳性，所以无常故苦，苦即无我，无我故空啊。这个小乘根基呢，它的切入真理的我空真理呢，是从无常切入。那么大乘菩萨呢，是深达实相。大乘菩萨的四谛的观法是先观灭谛的，观一切法本质不生，从无生的真理切入的啊。所以如果你特别喜欢无常，那你就是有一点小乘根基的啊。当然这个没有对错啊，就是看你的根基啊。那么有些人直接观一切法本质不生啊，从这个无生当中切入实相的中道实相啊。那么这也是说明他的应机说法了。如是乃至啊，他能够去啊摄持恒河沙的一如来的秘密法门。秘密法门的意思就是说，佛陀很少公开宣说的，只是特别的啊，针对特别根基的人啊来宣说的这种言顿法门
比方说本经所说的啊，这种回光正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的这个法门啊，这是秘密法门。那么我都能够在大众当中呢，来微妙的依止微妙的言辞来加以开示，而无所畏惧啊，无所障碍啊。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满慈子尊者过去的善根啊，他能够辩才无碍，看他的整个今生的修学过程。世尊，知我有大辩才，以因三轮叫我花扬，我以佛前诸佛转轮，因四时候成阿罗汉，世尊依我说法无上。佛问圆通，我引法印降伏魔焰，消灭诸漏，是为第一。那么前面是讲到这个尊者的过去生的因缘，这段是讲到他今生的修学过程。那么世尊当然是有广大的慈悲跟智慧啊，他知道我数世的善根当中呢，具足啊世外的辩才，所以呢就因势利导啊，教我呢以因身呢来转法轮，来教化佛陀的义理。那么我在佛前诸佛转轮，这个佛前是指般若会上啊，这个在般若会上呢，满慈子尊者呢奉佛的使命呢来开显般若的法门。那么因为狮子吼的关系啊，这个狮子吼就是他在宣扬妙法的时候啊，能够破除邪魔外道，就好像狮子一吼百兽皆服啊，就能够调伏而成阿罗汉。那么世尊呢亲自印证我呢是说法无上。那么现在老人家问我圆通法门呢，我在因地上呢是依止法因的先流来降服内外的魔怨，消除三界的烦恼，这个是四位第一。好，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尊者每一个菩萨修学都有他的一个方便门啊，我们说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啊，你要进入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一定要找到一个方便门啊。那么满慈子的方便门就是宣扬佛法，你宣扬佛法，你自己也降服自己的魔焰，也降服众生的魔焰，降服内外的魔焰。古人说我们宣扬佛法或听闻佛法有什么好处呢？有潜移默化之功。就是说什么叫潜移默化呢？以前那个上会夏天长老讲一个譬喻讲得非常好，他说听闻佛法譬如草里的冬瓜，不见其大，但是日日在长。也就是草中的冬瓜，你每天去看感觉不出它在大，但是它每天在长，每天在长。也就是说我们不断地用佛法的名言来欣喜我们，我们的思想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变化啊，就转世成智啊，从这种意识分别心慢慢慢慢转成一种智慧的观照，就是改变我们的思想。我讲实在话，你的生命呢，是由你思想主导的。说是因观法界心，一切为心造。很多人不知道，说这一切为心，那这个心有51个心所，到底是根据谁？就是那个片行里面那个思想。你有什么样的思想，你大概你的生命就怎么方向。所以你看古人跟你讲几句话，他就知道你未来是什么样的前途了，因为你这个话里面就渗透出你的思想啊。那么你的思想引起你的意，就影响你的愿望，你的愿望就影响你的行动啊，试验力啊，由观照力产生试验力，由试验力产生行动力，最后影响你的结果啊。你比方说净土法门来说，你看很多人净土法门他很重视念佛，其实我讲实在话，念佛跟往生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念佛是一种善业力，它是无量光无量寿一种强大的资粮力，它是一个功德法具，但是不表示往生。往生是你一种愿望，你心中
愿意娑婆心求极乐，那是一种思想的改变，才能够感应到就好。佛号本身是没有方向性的，一定要你的信念来引导这个佛号，才能够不退转你阿弥陀的三藐三菩提。所以你看《阿弥陀经》，它一定是到了愿的时候啊，以化愿、经化愿、当化愿，皆得不退转阿弥陀三藐三菩提，三藐三菩提以彼国土。所以你往生不往生，那是你的思想问题。那你往生以后品位的高低，你得看你念佛的功夫的前身啊。所以你要把这个善业力跟正念力分清楚。往生不往生是正念决定的，但是品位高低就由善业力来主导啊。这个诸法的因缘是这样子啊。那当然我们听闻佛法就是开启智慧啊，转变思想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看人五的波离观身事啊，这个优波离尊者呢，他是观察我们这个色身的这个了别的这个觉了的功能，而破除六劫，那么开显现前一念心性，而成就无生法忍。看经文，优婆离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拜佛言：“我亲随佛已成出家，亲观如来六年勤苦，亲见如来降伏诸魔，自诸外道解脱世间贪欲诸漏。”啊，那么这个地方，这个优婆离尊者呢，优婆离翻成中文叫上首。因为他出家以后呢，是严持戒律啊，在僧团当中呢，是为众中的纲纪，所以叫上首。那么这个时候，他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他说啊：“我呢是亲自随从佛陀呢，而移尘，这个移就是超越啊，就是越过的尘池啊，而出家修道。”因为尊者在家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佛陀是太子，他是做太子的这个侍者，所以太子出家呢，他也跟着太子啊移尘出家。那么释迦太子出家以后呢，我们一般的说法是这样哈，说是悉达太子是19岁出家，经过11年的修学，他是30岁成道。那么在整个他出家到成道这11年当中呢，我们一般是分两部分，就是前面的6年叫做苦恨外道，他一直是苦恨外道啊，他到了苦恨里，那么修了6年的苦恨，他觉得苦恨不是成道的主要的因素，这个时候放弃了苦恨，然后修学这个5年的禅定，就跟这个冥想外道修5年的禅定，通达了48定啊，最后在菩提树下，他觉得禅定也不是成就圣道的主要因素，后来在菩提道下呢，观察因缘而悟道啊。所以说呢，这个优婆离尊者他跟悉达太子出家以后呢，是先到苦恨里呢，他亲自跟随佛陀有6年的苦行啊。这在这个经典上说啊，释迦太子在6年当中，每天是日食一麻啊，只是一麻而已哈。而且要成道之前呢，他还看到如来啊是亲自的降伏诸魔，这个地方主要是降伏这个天魔波旬。那么释迦太子在菩提树下的金刚座观缘起的时候，即将成道的时候啊，这个时候魔王先派他的魔女用种种的诱惑来干扰太子，再以这个魔王在亲自率领魔军啊，以种种的逼迫来威胁太子，结果那么释迦太子都入这个慈心三昧啊，把他们调伏了啊。调伏以后成就圣道呢，就到了这个过去的啊苦恨林啊，去度化他们那些外道。那么这个时候呢，解脱世间啊种种的贪欲诸漏啊，这个地方解脱啊，
解脱意思就是说呢，说世间的五欲为什么叫解脱呢？五欲本身是无自性的啊，就是你爱着它，五欲变成戏服，但是你心中能够不贪着，那么这个五欲对你来说就是解脱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优婆离尊者的这一段的啊出家的因缘啊，第二段就讲他的修学过程啊，看第二段。成佛教界如是乃至三千为以八万为系，信业遮业悉皆清净，身心即灭，成阿罗汉。我是如来种种纲纪，契令我心持戒修身，众推为上。那么尊者出家以后呢，他的修学的特色呢，就是秉承佛陀的啊这个广教戒法啊，对250条戒乃至于3000威仪啊八万细恨啊，整个信业遮业呢都持得可以说是皎如冰霜啊，成点不换。那么他刚开始当然是以戒法来摄受自己的身口恶业，使令自己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接着啊，身心即灭啊，这个地方讲到他的直观了 啊用这个我空观了 啊无常无我的空观呢，来调伏心中的烦恼，而成就阿罗汉啊。这个是讲他的戒定慧。那么尊者在整个僧团当中的特色呢，我是如来僧团当中的一个众中纲纪。这个众中纲纪就是说啊，因为尊者在整个僧团当中的定位就是啊，他是审查持犯处断轻重啊，在僧团当中比丘是不是有违犯的情况，犯道是犯轻犯重啊，等于是由优婆离尊者来做一啊审查，来做一个处断。那么如来清净我心呢、啊？我这念清净心呢、啊，因为持戒来修身，以止观来调心呢、啊，是众推为上啊，以持戒来当作最为尊上啊。看总结，佛问圆通：我以持身身得自在，次第执心，心得通达，然后身心一切通力，是为第一啊。那么现在佛陀问我圆通法门呢？我以戒法啊，以这个戒法来摄受我的身口，使令身口呢，在整个五欲六尘的境界里面呢，能够无所违患而得自在。再用这个止观的法门来调伏内心呢、啊，使令内心能够通达无碍啊。所以说，这个身心世界啊，都一切通力啊，一切通力就是远离一切的过失啊，是为第一。前面的满持子他是说法，以说法来悟入真如本性。这个优婆离他是持戒啊，持戒有两种功德。第一个从自利的角度是断有漏印。我们三界啊，我们来到三界是有它的业力的，但是这个业力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只有佛陀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你看外道他就不知道什么是有漏因了，你看他持无欲的苦恨啊，持牛戒，持口戒啊，用种种的身体的痛苦，这个跟生死了生死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啊。所以只有佛陀出世以后才告诉我们什么是痛苦的因，什么是生死的因。那么这个是啊，透过持戒来断有漏因。第二个，持戒能够使令正法久住。那么僧团能够如法的持戒啊，那么整个居士们就有很大的恭敬心啊，对整个三宝的注视啊，就是有他的一定的功德啊。所以这个持戒呢，也能够因为持戒的关系呢，而能够悟入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好，我们休息10分钟。